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都哥一起解说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看的《侍从二》的一击必杀的视频，来自一批大银雷二皮穿 A。大银雷使用的是这个大块头啊，这个大胖子叫做地震，来自美国。我去，穿 A 上来就是一个跳动刀，打一个逆向动刀，然后呢再接个战刀，马上把地震干到一个晕点。结果霸王一个天霸风之斩，这个技能叫做天霸风之斩，官方的正式名称叫做天霸风之斩。这个技能对于大猪啊，地震这种大胖子来说是一击必杀的。当然，这个只是一个开胃菜，接下来开一个真正的一击必杀。现在双方还是在做一个近距离上一个牵制啊，这是实战，这是实战，不是打电脑。我们来看看这边是接一个立战，滚趴，不断利用小技巧做到一个套路。现在。我们来看看霸王面对地震。地震的这个家伙，其实你别看他胖，但是他的实力啊，他的力回能力非常的强劲。普通技、轻刀、中刀，包括重刀的这种牵制性能非常优秀，直接用了一个战动刀破了霸王的一个乱生龙。当然，这里是一个啊开胃，只是一个开始。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什么叫做顶级高手？实战当中哇，无缝天霸风斩。现在双方打到了各亮一灯的局面，霸王前滚是被对方用这个战中刀啊做到一个牵制，地震的中刀抓人的距离是在全体角色当中是最远的，抓的最远，又是一个滚抓，霸王再出天霸了，好，地震再次抓到霸王，霸王现在已经满怒气是有一个攻击加成了，滚趴再次被对方抓到。好，原地小跳，天霸风斩出现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击必杀，天霸风斩，这招啊，只对地震啊这个角色成立，一击必杀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喜欢的朋友点赞啊，给主播点关注啊，咱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